14号，中国海警5204舰顺利抵达马尼拉港，开始对菲律宾进行友好访问。这是中国海警舰艇首次访问菲律宾，同时中菲海警联委会第三次会议开幕，商讨如何继续加强在打击海上跨国犯罪和人道主义救援等重点领域的合作。